等一下，我这样。强力呢？你有稍微看一下，有啊有啊，中国的五声音阶嘛、嗯，就是工商爵子语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是六楼，然后跟五楼这样，嗯、然后楼上三间就是工商爵，哦、然后楼下是子语这样。嗯、好。没关系，你先站在这里，我先放一边。